老爸啊，你榨油都不带我呀？上次不是榨花生油的时候带你榨的？那你这菜籽油和你没在吗？前天榨的那个芝麻油，嗯，然后昨天榨的菜籽油，嗯，那个今天没榨，明天我们榨那个瓜子油，明天瓜子到了。然后又买了，重新买了芝麻。上次买那个芝麻好像不好，榨出来的是芝麻酱，没有出油，就是变成酱了。好吃吗？那芝麻酱挺好吃的，还有芝麻那个给我留了，还有芝麻那个什么叫什么芝麻的油渣，还有菜籽油的油渣，嗯、你要吃吗？啊，很好吃的呗，你少吃点啊、嗯。这个就是那个芝麻油的油渣，嗯，这个就是菜籽油的油渣，嗯，菜籽油渣长得可好看了。难怪你要用黑色袋子不让我看。这块怎么样？太长了吧，尝尝，大口点嘛，这么香甜的东西，对，好吃吗？很坑，芝麻油渣呗，很香的呗。好苦，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你闻着，你闻着是不是很香？嗯。那吃起来呢？剥拉呀。还要吃吗？不要。这太值了吧。其实这个好像就不如那个，那个花生油渣好，因为花生渣挺好吃的。嗯，花生油渣没味道，但按照我的理解，芝麻油渣应该更香才对。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吃。嗯，菜籽油渣你要闭着眼。很难吃吧？很漂亮，它不是很难吃，因为它很漂亮，嗯、所以你闭着眼睛吃一口，然后你才能感觉出它那个味道，然后再你看它，你才能有感觉。闭眼睛，闭着眼睛，我拿一小块放你嘴里哈，等下我会给他们看一下啊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个是菜籽油油渣哈。嗯。来一口。大一口，好，也哎，嚼碎了。你想知道它长啥样吗？嗯。你说像啥？像人去卫生间拉出来的。不，这个是不能吃的。这个是不能吃的，我为什么不让你看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就你看上去你可能不吃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、啊！还要吃吗？我把它捏碎。哎，很脏的，好恶心啊！嗯，这个就是到时候谁钓鱼啊，嗯，当肥料可以用的。哎呀，真的当肥料。好恶心啊！没事，明天我们炸那个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明天我们继续榨芝麻油和那个瓜子油，看看那个出油率。我秤买了啊，看出油率能出多少，好吧？嗯。我来铺床。我来刷牙，你刷过牙吗？我一会儿刷，你先刷。我这里还有那个什么酒曲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甜酒曲，可以做米酒的。嗯。所以我拿来学习一下，我准备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做米酒喝的嘛。直接吃可以吗？这个东西。你什么都想直接吃？要的呗，这可以直接吃的。嗯。哎呀呀。我想睡上铺。睡什么上铺？我告诉你，我订的第三辆房车没有上铺。再大声啊！不要，我这样也好。来，你说哎呀。啊。嗯。哇。嗯。快点睡觉觉吧。我想跟有些女人说。你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别的女生笑都是，而你笑着，而你就是，太豪迈了，你笑毁所有。有道理，那你笑怎么笑啊？这是单身狗的笑。要说单身狗的骄傲，不怕的概率告你们一走二打三上吊，我却在途中笑。哪儿学来的？裤子放那边去，又放床上了。你看，其实我们两个睡这个床挺宽敞的哈。嗯。我睡觉吧，宝贝。你去把那个灯关一下。来，小心。快看，看到了没？哪个是灯的开关？哎，真棒！好，好了，睡了。嗯。嗯。来，睡觉，关灯。好了，关灯了，宝贝。睡觉了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